我是 Coco 小可姐姐。为了配合 ASO 小太阳快乐城堡演唱会，我们进行了一项约定打勾勾 Ready Set Let's Go 的特别企划，也就是出动全马第一辆的流动露营车，还有摄制团队呢在全马走透透，就是要录制小朋友最纯真的声音，还有最热情的唱跳，再制作出一支属于全马小朋友的 MV， 然后在我们演唱会当天首播。这流动露营车呢很特别也很好玩哦，你们看这里设置了一个麦克风还有耳机，小朋友站在这里的时候呢就会戴上耳机，然后就会唱喵喵可爱的花猫，可能小朋友在这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很担心啊，忘记歌词或者是跟不上节奏，没关系，你看我们制作组很贴心，这边有一个视频哦，小朋友就可以跟着视频上面的歌词一起唱，那就不会出错了。当然我们里面还会坐着一位录音师，会把小朋友的声音录制起来哦。好，这次其实很难得的，我们能够把整个录音室都搬到户外，所以其实为了这个户外的专业的录音车呢，我们其实下了很多的心思，怎么样的真的就是把整个录音室要从室内搬到户外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准备了很多的器材，就是希望说可以用最好的一个方式让小朋友的这些声音都可以最好的记录下来。后来我们就想说在车子的后端我们定做了一张桌子，可以摆放这些所有的录音器材，然后这边有一台电脑，这个电脑主要呢就是把声音都录制下来，就完成了整个录音过程。所以我们希望说这台录音车能够在全马跑透透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所有全马小朋友都来到我们的录音车这里，然后把你们的声音录制下来，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